员黄百鸣以开心鬼系列电影红遍两岸三地，同时还身兼导演、编剧等多个身份，是影视圈奇才之一。不过近年来却越来越少看到他出现在荧光幕前。但日前有网友透露，自己在台北市信义商圈用餐时，竟然意外巧遇黄百鸣本尊。77岁的他穿着灰色西装，外形看起来依旧超挺拔。原本跟老婆看到后还在心里怀疑了一下，结果跟上去却立马发现就是黄百鸣本人，也马上上前和对方合照留下纪念。之后他也特别发上 PTT 和大家分享自己巧遇偶像的心情，并兴奋问大家还记得他吗。而照片一在网上曝光后，不少网友纷纷惊呼，以保养太好看不出来77岁，好怀念他以前演的戏啊。Bye.